我很抱歉，我觉得我滥用了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源，我不应该让这件事情扩大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每一段感情都很困难。你们在谈感情的，你们谈过感情的都知道，每个人都有病。我不想讲雅思是不是病，我承认我有心魔。我在我写给他的歌里面，我写了，我说我接受他的雅思，我希望他帮我征服我心中的鬼。我对人不信任，我不是对他不信任，而是我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。我只想说，我爱他，我希望跟他继续规划未来的生活，我希望跟他继续走未来的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。当然，他听到之后可以完全不理会我，因为的确我们已经说了分手。我也问过他可不可以再一次，他说他受伤了，他不行了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想放弃。把之前的状态所有的不对、不好的对待，或者是我错误的解读，我都会做改进。这是我50岁这个年纪，我还愿意去做，我愿意给他的承诺。